我给你讲。我给你讲，里长送我这个，你看，对，那是合法的，你看，因为这里不可以用，因为台风，应该2014年、2015年有台风，哗砰，所以我的朋友看到，我给朋友。我不知道台湾的政府这样子，所以他说：“哦，我会给里长。”所以一个年前，他们有戏东西，我外面早上我去运动，去公园运动，在公园我看到这个，说：“哦，我要。”所以一个老的男人在运动，他说：“哦，里长可以送你，真的吗？”对，所以里长送我了，但是。我的朋友问：“那是合法的吗？因为你是小偷吗？你偷东西吗？”不会，所以里长给我一个字，他说他送，所以这是我的合法。我跟你讲。